士，就是特别有成就的、被大家公认的大学问家。四岁写字，六岁刻印，十一岁学诗文，三十五岁介入绘画，跨界越江的吸纳，孜孜不弃的独辟。一万个人里面就有那么两个人，一个绝对聪明的人，我就是要表现我愚蠢的人，去模仿老师都模仿不像。看一个奇人，在艺术和学问间。七十年匪夷跋涉的故事。听一个书画印藏兼善的通才，筑垒寒流滚滚，寒气逼人，寒门鼎沸的创造传奇。孔夫子讲不逾矩，不去逾越这个规矩，作为一种道德准则，未来讲不逾矩是对的。但是我们搞艺术的人不逾矩的话，那是一个没有出息的艺术家，所以人家就在不逾矩后面加了一个不。浙江美术馆自2009年开馆以来，举办过无数画展、书画展、印展。如此规模和顶级的书画印藏等汇集于一人的个展，实属罕见。行里行外都难免在谈一个字：杂。有人说杂是一种本事，有人说杂是术有专攻之天敌。而素来不逾矩步的韩天衡，自有一套历经70年佐证的杂论。我认为，文学艺术是一个大的马蜂窝。每个品种是一个蜂穴，你如果拿那个它们蜂穴之间那条像纸一样的薄壁打通的话，它就可以左右逢源，相得益彰。实际上艺术是吧，表面看它是形式多样，它内在的规律是相通的，那让它盘活，它产生的效应是几何级数的，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复合效应。盘活容易，但要产生神奇的复合则百般艰难，且有倾其一生终无收成之风险。在篆刻、书法、国画、美术理论、收藏鉴赏和美术教育领域穿梭了70年的韩天衡，或许早在1940年上海南市老城乡一个儒商家庭落地时，他那擅长书画篆刻的父亲韩君明就给他埋下了那种超凡的勇气和灵性。我自己拿了个石头刻，一刀下去，这一块肉就刻开来，马上那个血飙出来了，地上一堆血。这辈子如果土葬刻不好，我就对不起这一堆血。23岁，我拿我的作品拿给当时上海的方渠杰先生看，非常有名的篆刻家，他讲：“小韩，你可以变了。”我当时回答他：“我基础还不够。”实际上，我当时已经临摹过3000方秦汉印了，自己的印风已经形成了。但这句话如雷贯耳。中国的篆刻艺术，从周秦、两汉一直到魏晋，印风固我，坚若磐石，延续至元朝。虽王冕首创了用花乳石刻印，引发出文人参与篆刻创作之风。材料的变革也曾引出一度的艺术革命，然而明清印风几百年来仍固守一派。在韩天衡看来，篆刻风气如果没有现代多元的开拓，必将腐朽。
后来者必须有勇气去索心求变。他七十年风雨无阻，锲而不舍，力图的就是开出一条索心求变的道。这一条道走到今天，就有了一种兀自盘活后运化出的复合神奇。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刻过四句话，叫情因性情，汉印性汉，何问于印，理当性寒。就是这种寒印性寒的狂妄，让韩天恒的篆刻艺术都别有天地。韩天恒的作品首次参展是在1963年西泠印社的篆刻作品展，当时他扎实的传统功底已经让他的秦汉印刻得足以乱真，令诸多大家刮目。但天性不拘成规的韩天恒并未满足，大胆提出了动中见静、奇中见平的制印理念，以及雄变韵的印道法则。后来他渐渐独创，形成的韩流印风既有古玺印的凝重厚道，又有无让之前书盖浅刻之虚灵洒脱。众行千道，我辟蹊径，就拿他印章编款创作讲，有劲爽的单刀直截了当，有将真隶篆等多种书体集于一款之中，阴刻阳凿相参，方圆相间的错落奇异，也有似磨牙刻石，长文短句书体不拘的古拙天趣。常被忽略的编款与主体视为魂魄之联，可谓绝招。而他印面分珠不白，空间切割的安排和推敲，在既白当黑中强调表达一种合乎自我性情的自然之趣，更是异性天成。至于字法线条的长短、粗细、疏密、伸缩、轻重、虚实、开合、挪让、欺正等变化，笔趣画意中透射出的高古恢宏气度、耐人咀嚼的玩味，尤令人激掌。山水画鸟要走兽，你只要拿它这个打破的话，会产生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好的艺术效果。韩天恒的圣道诀窍还是归结他从不间断的马蜂窝的打通，譬如他的诸多生肖孝行印，就是从传统的汉画象砖体系、剪纸、壁画、图腾、神禽等民间艺术题材中汲取营养，大有只此一家别无他店的孤傲。很多人惊奇的更有，在大写意新概念篆刻没有形成规模之前，韩天恒的草篆篆刻何来这般具有革命性的创新和视觉冲击的大美？在韩流之中涌现的所有作品，为何总能拿捏得到，使其清新奇绝、仪态万千？于是，探寻韩天恒篆刻的技艺与精神，就成为一种现象。时光必须回到他19岁到29岁的十年，那时的韩天恒是海军东海舰队温州水警区的一位战士，被借调在水警区俱乐部搞宣传。62年在温州部队碰到的方杰堪先生，20世纪十大篆刻家之一。我的叔祖马公宇，天恒兄呢拜访了这个马公宇，也拜访了方杰堪先生。方先生呢给他取了个名字呢，叫天行，大概天恒兄意味着天行不够，还要天恒吧，他就改成天恒。他第一次见到我的作品就讲，你的印啊跟邓石如，邓石如是清代中期开创晚派的一个篆刻大师，他讲你的印啊跟他暗合，我可以教你，但是你不要学我。上天就这样毫无悬念地为他铺就了通往艺术巅峰的第一个台阶。以后方介堪引荐的篆刻大师方去疾、谢志柳、唐云，书法大师马公瑜、陆维昭和词学家梅冷生等，都对韩天恒不吝赐教，为他书写艺术传奇落下了关键性的笔墨。写字、画画、刻印触类旁通啊，70年代的初期，我习惯了门外学写字刻印呢。我当时就自己的一个印风啊，已经形成了。为练就书法的道和唯我，韩天恒刻苦到极尽癫狂。后来他首创的草篆，立足于秦篆古法，尤以汉碑篆额、
照板全亮、瓦辟文字等养分，附身入行草，自由灵活的婉转笔意，风神洒脱，薄红又堂皇，其线条粗细方圆，墨韵效果的种种变化，在草篆规整划一且其他篆书不可比拟的优势间，赋予了它崭新的生命活力。当这种活力在笔刀间自由张扬开来，就有了无人企及的结果，那就是韩天衡的印吐纳着书的气场，韩天衡的书勾住着印的脊梁。这幅4×8米的书法巨制《行书涛声》是韩天衡的劲作，那种气势雄阔、风格婉煦的苏词中，关西大寒、铜琵琶、铁绰板唱大风歌之气，复渗透披肩直锐、铿锵作响的事，一定让人想到60年代那些大师对一个无名之辈亲力亲为的教导，想到那些沧桑岁月中韩天衡卧薪尝胆的各种艰辛。因为当时部队啊，2个星期才能放半天假，从市区坐那个公交车叮叮当啷的到温州见一见方介康老师，请他指教。大热天的啊，吃饭回来的时候一身的汗，实际上一天已经出了好几身的汗了，拿那个水兵服脱下来是吧，后面全部是厚厚的盐霜。那时候为了节省钱嘛，多的时候每天要刻做个20方银章了，中午休息对吧，晚上人家睡觉，因为我在中队当文书嘛，我比较有条件可以晚睡吧。你那个沙皮地都磨得痒痒痒，溜冰场的那个杀光杀光的。68年我从部队回到地方，在自来水公司当党委秘书，就分了我一个10个平方的房子，而且是保姆间，它是一个两5平方一间，里面那一间我妈妈跟我儿子睡，外面这一间有一块1平方半的空地，晚上是我太太跟我女儿睡。我睡在哪里呢？就睡在那个方台子下面，头就睡在那个门啊开进开出的那一块。有人啊晚上很晚来要见你，我就讲你等等等等等等，我至少要5分钟，我要拿铺盖全部卷起来，拿我太太的那个铺盖也卷起来，然后我才能拿那个门开开来。如果穿衣服的一个手伸到这里就敲到这里墙，还有一个手伸出去就敲到那面墙，你想吧。就在那个一家三代居住了14年的10平米斗室中，韩天衡匪夷所思地创造出了大量的令大师们都叫绝的艺术作品。70年代初期，当时我借在画院一个受过灵训的老人，坐在一个台子上面，拿了一支没有蘸墨也没蘸水的一支毛笔，就那么在练字。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罗元绍先生。从资料室一语的交谈，到不仅亲授书法篆刻技艺，陆衍绍为韩天衡的意图上亮起了一盏灯。继而国画大师刘海粟、著名海派人物画大师程十发等都伸出扶持之手。除了草篆篆刻，韩天衡的鸟虫篆篆刻更是在秉袭周秦两汉印风的基础上，得以方介堪的真传形成新我。那种充盈着富贵气息、瑰丽中见奇绝遒劲的韩式印风，称之一绝。草篆、鸟虫篆篆刻，韩天衡富有兼工明清篆刻流派印，这种古朴苍浑外貌下的精心收拾，那种布局时苦心孤诣，裸到处如风墙阵马，收拾时似美女拈针的对立统一的制印方法，让他不乏正统一路的篆刻，纵然面目众多，均能一印一像，品味之高雅几乎前难见古人。我在欧江当海军的时候，我就是看到那个渔民啊摇橹，他使那个船子吧产生了一种非常好的那个有韵律的那个直线的行动，所以我就体会到最好的直线是由曲线形成，最好的曲线是由直线来形成。
后来我用这种线条来刻印写字，那它果然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70年代我创新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讲我的东西是也复产。最早承认我的就是那些美术界的大师，都叫我刻印。李克然先生每次都剃舌头来叫我给他刻印。李先生一般不接待人的。有一次我自己的去看李老，哎呦天恒啊，你来了，马上拿我领到他的画室。他握住你的手啊，大热天的，那个手一直不放啊，手上都是汗呐、啊。他家里也不开空调，大热天，讲陪住周陪住。就李师傅了，天恒来了，赶快开西瓜，还握着我的手。你想，这种感情多真挚啊！1975年，沙孟海先生专门致信给韩天恒，称其为现代印学开辟了一种新境界。这种新境界感动了1977年率团来上海访问的日本著名篆刻家梅书士先生。老人欣然诚邀韩天恒为其刻印数方，其后小坂奇石、金井灵学等一批日本书法篆刻界的代表人物纷纷开始使用韩式印章。1998年12月5日，在巴黎举行的规模盛大的中国现代书法大展开幕式上，韩天恒代表中国艺术家当场为法国希拉克总统刻印。过了2个月呢，我就收到一封信，就希拉克总统啊写给我的一封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我的篆刻艺术啊，就像是一个通向天堂的一座桥，我就能够非常自由地出入于那么多大家之门。一般的这些大艺术家画画是写字不给人家看，我去他们从来不回避的。搞艺术的人呢，你读10本书啊，还不见看老先生画10分钟的画，一看他怎么用墨，怎么用水，怎么在纸上来表现那种线条，你都用心的偷回来，你思考消化，你来融会。我当兵的时候，营部边上有一个公共厕所，那个粉刷工来了，他拿大的排笔蘸了石灰水刷天花板，水就打在那个墙上啊，我在那里蹲坑，他们在那里刷了，他是腰肩边腕，他是那么甩出去，所以呢他的一个线条产生这样的力量，远比中锋。我想这是画作业最理想的线条。览读了韩天恒的篆刻书法，再品观他的绘画，就会有一种带着哲学思考的穿越感。韩天恒所作国画讲究笔墨意趣，棱角奇异，刀锋绰绰，抽象夸张且动静相谐，用那西方现代绘画表现方式，将鸟的圆、眼、头、背、腹、腿、足，或勾勒，或点都，或丝刷，奇妙组合。这种精灵古怪的鸟被称为韩鸟，而它的荷花图比之率真无忌。且不说花，那荷叶用墨的淋漓，在大胆落笔之际，于墨色渗化之中，浓淡干湿，疏密开合，重合交叠，似叶非叶，模糊中的分明，迷离中的清晰，写意与工笔在统一的墨色中，满蓄宋元明清苍茫浑厚的中国文人儒雅，富有渗入时代韵律，体现出洁莹、清奇、自似的独特风神。与其说这是对传统花鸟破茧蜕变的转化和推进，不如说是他将现代欣赏者带离了惯性审美，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心象去感知、去思想。这种独特就是来自韩天恒他的逆常规打通风穴后的一脉相承。一个创新的观念的源泉是在艺术之外，不逾矩步。不逾矩步，所到之处都会引起诸多疑惑。韩天恒的其中一个解惑，就是他的收藏。收藏对我来讲，他是我的老师，他是我的挚友，他是我的伴侣。我是放在枕头边上睡觉的，醒来以后就会拉开来看。我是为了学习。
文革起来呢要破四旧嘛，家家人家都在烧那个封四旧的东西。我正好经过成都路，看到有一个老先生手里有一个高头大卷，我一看，哇，董其昌的，而且是写的宣的内府乌石栏上的，这个都是国内没有第二件的东西，你这件东西能不能卖给我？我讲我给你50块钱，先给你15块。太太讲，哎，家里的钱都是要开销的，天底下有你这种13点吧，整个社会上人家都拿字画去烧掉了，你还要出钱去买回来，有你这样的人嘛。这我一发脾气把他那个抽屉砰翻掉我恼火了。韩天衡就是做了这样的人，在他看来，文化和艺术是一个民族的根脉，他倾其所有也得让他活下来。多少年后，韩天衡却将数十年收藏的价值连城的明清以来的各种藏品以及几万册鲜有的古籍全部捐给了国家。为此，国家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为这个民族意识建立了韩天衡美术馆。爷爷，你是不是大师呀？爷爷不是，爷爷是老师。韩天衡奇人一个，从方介刊、方去疾至金石及印穴，从马公瑜、陆维昭习练书法，从谢志柳攻国画及美术理论等等，对前辈们的心追手磨，在他作品中化于无形，最终贯通印书画而成艺术大家还不够，更在于他还是一个有史学头脑、笔耕不辍的战略家。他的文章文思清新，思辨深刻，史学和应用价值并存。70余岁的韩天衡仍称自己是学艺之徒，为推古人创造之经典，推今朝明日之新变而竭尽全力。我那时候家里困难的时候，那些老师把毛笔送给我，图章送给我，印谱送给我，字画送给我，编织的纸也是他们送给我，上课一分钱不收。他们走了，我没办法报答他们，我就拿他们对我的这份厚爱，我来培养学生。从1960年的后期收学生到现在，我一直是义务教育，我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我也不报答我的老师。韩天衡的入室弟子有200多名，所有弟子的座右铭只有一句：不逾矩步。在韩天衡看来，这不仅是艺术生命的支柱。精神不死跟风格不死才能叫大师，你的学生成为一种新的风貌的一种创造者，才配得上叫大师。一双巧夺天工的手指出了大地的风流，一种敢为人先的大先生非常钦佩，他把自己有限的几十年的光阴当中很痴迷的这种对艺术的爱好，变成了中华文化几千年的传统艺术的一个长廊，让我们感到了生命的一种强度。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每一个树叶都是他的老师，正因为这样他就很了不起。